现在开始录影吧。现在可以录啊。对啊，我们现在录一下，我们等一下抽奖，明天抽奖要怎么样出？还有飞的，还花花的啦，还飞啊，对啊。所以你那边要做一些影片嘛，对不对？做一个开场的影片，然后把我们现在的这些画面做即时的播出。哦，好，那待会我下载一下这个 PS4 的这个预告影片，穿插在中间。所以说那个我们 HD Club 的会员啊，还有那个 iPhone Voice 网站的会员啊，要密切的注意这个影像。对啊，好，明天啊，搞不好还会加码再多送一些秘密的奖品。哦，这样子啊，对吧？这样压力很大，要花钱。我们不会压力很大，对啊，是会员之间的那个厮杀压力很大。这样子啊，好，那大家明天见啦。Hello， 大家好，我是这次 EOS 的圣诞女郎雅琳。那给你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HD Club 的站长西风大。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iPhone 4台湾的站长吉米秋。大家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EOS 的站长 Hank。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西风大来发这个耶诞礼物了哈。那你看到他一直在摇他最爱的这个 PS4， 、他今天舍不得割爱，希望大家送出来啊。是啊，他送出来给大家、哦。这个真的是忍痛割爱哦，真的是。对啊。对啊，那这个呢，就是iPad Air 啊，大家都好想要哦，笑想很久的。是啊，接下来呢，我们会从这两棵椰蛋树里面呢，抽出这个最终得主在哪里。好，先让我们看影片吧。那个经过跟吉米秋哈，吉米秋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跟吉米秋，我们两个彻夜讨论的那个抽奖方式之后呢，对，决定从我们 HD Club 的会员哈，参加的现在应该有600多个人当中，先抽出10个可以进入决选。那这10个抽奖方式哈，因为很复杂，所以说我们干脆就交给一个叫拉巴机的东西，让电脑去自己去选。那所以说。哎，对对对，这10个是有进入决赛资格的。那其他9个呢，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小奖品来送给大家，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就先开始从这600多个名单当中，哎，抽出来，抽出10个来。好，好，先从第一个开始。哎，等一下，好，按一下。OK， 这个绝对是公平公正的，因为是电脑自己去抽的。对对对对对，第一个是令0310，不认识。好，来继续。因为真的会员太多了，我们会员太多了。这次大家参加也很踊跃哈。OK， 第二个出来了。好，第二位。来，第三位。跑的过程中都有看到好熟的。好，第三位出来了哈，这第三个了哈。好，那第四个。第四个 ，OK， 好，接下来第五位，第五个，刚好像闪过，有啊，所以这个第五个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跑的，其实是心情很激动的。OK， 好，来第六个，有我，第六个是谁？哦，不认识 ，Daniel， 火王，第七位。哦，哦，哦，这是嘉义的红香，第八位了哦 ，OK，Friend Ten，OK，、okay, 第九位，OK， 大波，最后一位了，来，
是我，你喜欢是谁？是我。当当当，好，好，我们就以上这个名单，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哈。恭喜！对，这十个名单呢，就可以进入决选抽我们 PS4 的哦。OK， 那就先这样子。好，好，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对，接下来呢，我们呢就继续抽奖。对，刚刚从十位里面已经抽出来了。刚刚从十位呢，会再继续抽出我们的一位幸运得奖儿，可以得到我们这次的 PS4 哦。嗯。那接下来呢，就由我们的 P 西风大来帮我们抽出这幸运的得奖。哦，好好。先讲一下，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刚刚那个十个名单哈，我们把那个名字做成标签，都已经贴在这个SaaS硬碟了。嗯，对。那等一下我们会把这十个名单呢，把它翻过来，对，然后让我们的小天使搅拌一下之后呢，我来抽。好，我是闭着眼睛抽。准备好了吗？好，我准备好了。已经闭起来了，我已经拿得很那个了。哎，好，我闭着眼睛喽。好，看到底是谁会抽到这个？开始。因为这次第一次办抽奖，大家比较没什么经验，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了哈。对呀、啊，哎、欸，小心一下我的玉姐脚快掉下去的时候。这声音很清脆。好，这个保证200%没有作弊哈。好。对啊 ，OK 啊。好。好了，那我就。好紧张、哦。这个。这个是 Jacko。Jacko 722。恭喜。接口722，我跟你讲哈，那接口我跟你讲哈，这台 PS4 就是你的了，对啊，然后那个详细的方法哈，我们会在那个详细领奖的方法，我们会在论坛里面再做一个公布 ，OK， 那我们的抽奖就到这边，然后还没讲完呢，对吗？然后呢，因为刚刚有十个名额哈，那其他九个。没有抽到的那个，你也不要气馁哦。对，不要伤心难过，因为我另外在准备 Seagate 2T 的硬碟，要送给其他九个朋友。对啊，你们通通带回家，对，是不是很开心？对，3.5寸的2T 硬碟，好，对啊，沙哈的，对啊，大手笔，大手笔。接下来就换我们来抽，谢谢，换我们来抽我们的 iPad Air 了。It's an extremely simple tool, but also extremely powerful. It can be used to start a poem or finish a symphony. It has transformed the way we work, learn, create, share. It's used to illustrate things, solve things, and think of new things. It's used by scientists and artists.Scholars and students. It's been to classrooms, boardrooms, expeditions, even to space. And we can't wait to see where you'll take it next. Introducing the thinner, lighter, more powerful iPad Air. 好，接着西风抽完之后呢，就换吉米来抽这个iPhone for Taiwan 的这个 iPad 的前十名，开始。哦，第一位到底是谁呢？好，第一位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抽第二位。哇，接下来抽第三位。我们总共从400位的这个参与的这个伙伴呢，抽出10位，啊，第四位，哇，好多人啊！第五位，第六位。第七位，第八位，第九位，
好，最后一位了，我们看谁是最后一位幸运儿。OK， 我们现在抽出了总共十位的这个中奖名单，那我们将会从这十个里面呢，最后再抽出最后一个来作为我们最大奖 iPad 的这个耶诞礼物哦。好，大家接着看下去。来，我们的椰蛋树，赶快来。椰蛋树。好。那上面呢，一样都有秀出你的名字哦。对，有没有我们所有的 iPhone 或台湾的这个参与者呢？还有我们这个海盗船长的名字，十个选出来都在这个上面，有没有？我们翻过来啊。给那个十个名，这个十个名字，那个我们网页里面也有名单的嘛，哈。对啊。OK。那换你闭眼睛。换你闭眼睛，换你闭眼睛，要闭着眼睛给大家看。大家都是金色的，我要给他混一下。金色的，你想抽？刚刚抽到你自己。我要抽可以抽到自己吗？不行，因为那不带洗的，这是不行，这是不行。对啊。好。OK。那接下来呢？一样由我来洗牌。那洗牌完之后，这一样还是有一位幸运得主可以得到我们这次的 iPad Air。所以洗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OK， 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有灵感的摸摸摸，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就是这个啦，来看一下。好，这个是恭喜陈正，应该是正张。OK， 张 Stephen 全还是 Stephen 全？恭喜你 ，Stephen 全看得到我们这次的 iPad Air，iPad Air 就是你的啦。那各位玩家，剩下九位呢也了不起呢，因为这次剩下的玩家没有抽到的话，可以得到我们的 iPhone 5S，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对呀，真的，这土豪金哎。那接下来我们如果没有抽到这九位朋友呢，一样可以得到我们就是海盗账号的免费续约，再可以再续约一年。对，等哦。所以说这个极品靴友是大手笔哦，对啊。对呀。那接下来呢，也要谢谢各位会员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网站。那我们这次要感谢我们的 EOS 的站长，还有我们的 iPhone 4S 台湾的站长，以及我们的 HD Club 的站长，感谢他们有这些礼物的提供，让大家这次可以过更美好的圣诞节。拜拜 ，Merry Christmas！ 拜拜。等一下哦，等一下，你们拿两台就送两台哟。这样不管嘛，先撞个声势嘛，开玩笑，开玩笑。哇，老大，你这边只有这边录音录啊，这边没有。什么？只有在这里录音录啊。当然啦。好了。就多了，这位。你还是一样摇一下哦，再摸摸干嘛？那边开心或者还。好，我这个位置要推一点，不然的话，我一往前就会遮到光。所以说现在我们干嘛？拿抽奖，你要抽。对，等一下，重不重来啊？不是，没有，就等一下就抽奖，我们先捋一下啊。等一下进来之后呢，先翻过来，再把它翻过来，两个就先讲。先看一下那个，就啊，你先拍一下这个上面都有名字。对，跟他讲说，哎，刚刚抽出来的十个名，哎，你要讲一下，你帮忙讲，你不要，你口条不要顺。好，反正代表就大家刚刚抽出来十个人都已经坐在这上面。嗯。好，然后接下来就。大家一起拉，还没切完哈，还没，还有 PS 吗？对，我后面还有抽奖，还要拉，我还要拉霸，哦，还有你，还有你的拉霸，对，所以我们先练习呀，好，我们走一下，快点，哎呀，是说该了，是该了，是不是很想要一台？其实我也很想要一台。你们看他刚刚反应多夸张哦！抽奖，这个抽奖，这个抽奖，恭喜！